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虎不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》，这是我们1323集的节目。回违了三天呢，终于回到台南了啊。那因为到外地出差的关系，那赶快呢给大家刷个存在感，做一款变形金刚的开箱。那这个的话呢，也是中荒影月秀呢所借给我们节目的，还是赛博坦这里头一件变形的暴乱兽。先前有给大家做过暴乱兽的玩具，那是一个 Deluxe 等级的，造型非常可爱。那么的话呢，这款玩具的话呢，在盒子里头的话是兽形，但是呢，我们节目呢通常是从机器人开始做一个分享，所以我就先把它给变成机器人了啊。那么作为一款一键变形的玩具呢，空洞就有些人还是不能原谅了啊。那么除了这一块之外的话呢，其他的造型来讲，其实并没有什么好挑剔的啊。可能你会觉得说呢，有个人形的拳头在这，怎么还有一个兽形的爪在这呢？其实在动画片里头呢，它还真的就是长这个样子。那么在动画里头呢，人形呢是属于暴乱兽当中的一个贵族般的存在啊，但兽形呢就是奴隶一般的存在。那你可能会说啊，不都同一个种族吗？啊，对，确实没有错。但是在动画片里头呢，它是有一个装置呢会影响它们变形的能力啊，导致于说呢变成兽形的呢你没有办法变成人形，变成人形的呢无法变成兽形，所以就有了一个隔阂的存在啊。那最后的话呢，在大黄蜂的一个努力之下呢，将这个装置给破坏掉了啊。那么他们终于知道了，不管你是人形还是兽形，其实大家都是同一个种族来着啊。那么这个剧情的话呢，我觉得编得挺有意思的。那么玩具的话呢，做的呢也还是相当可以的啊。那么呢，头部的话呢，面雕不错，还有一个诡异的笑容啊，跟 Star Spring 差不多的一样笑容。至于他怎么是博派，我真的是不太清楚啊，是吗？我就真的不是很熟悉啊。手臂的话呢，这一带的话是球冠，这里是球冠。然后呢，这个爪子的话，这里就没有其他的可动了啊。腰身以下整个都是没有任何的可动的。那么它最大的问题，人形下真正问题在于说背包啊比较大，可以看到兽形的在后面。那因为这个背包很大，它的一个脚后跟呢设计又不是说非常好，虽然有一个往两侧劈开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手不往前放一点啊，你如果手把它放平的话呢，你看它就基本上是会往后倒的。你看，放平都会有点点，你手要往前面，稍微往前面放一些啊，这样才会比较妥当一点。你如果把它完全打平的话呢，基本上它就已经是摇摇欲坠了。你再稍微放厚一点点啊，立马就倒下去了啊，就简直就跟电子磅秤一样的一个精准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这个暴乱兽的一个变形过程，既然是一键变形呢，自然是非常简单的了啊。从后面这个让捏住，把它整个往上面提上来，往下面压下来，这里往这里一扣 ，OK 了。脚往下一拉，我们的这一款非常可爱的暴乱兽啊，变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啊。它的两手的人跟兽形的手是共用的啊，确实在动画片里头的这个两手的一个造型也是完全一样啊。差别就在于这个腿变短了，然后上半身有个变化啊。那么这个时候的话，就站立性就非常稳了。这个造型呢，后面略怪了啊，但是我觉得正面可以说是蛮无敌的，非常的好看。而且它还有一个小联动机关，从这个地方啊，你往上推啊，它这个牙齿是会动的。OK， 那你可以看到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细节，它这个牙齿啊什么的是有做刻画啊，当然这牙嘴巴是不能再动了。这个弧形也做得非常漂亮啊，眼珠子的话呢是涂装上去的，身上没有透明部件，但是一个一键变形的玩具来讲的话呢，这款我可以说是，可能是官方这近几年以来一键变形的玩具里头，我几乎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值得收的一款玩具。即便你不是变形金刚迷的话呢，看在这么可爱的造型份上啊，以及这么简单有趣的一个变形啊，这个我认为是 OK 吧，没有什么好特别去嫌弃它的啊。如果说你有机会看到的话呢，把它入啊，这背包还是太大，你看手还是往前放点，站得比较稳。OK， 那今天的话呢，就跟大家呢做个非常简单的一键变形的玩具的一个分享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